这个栏位哦，当然这个栏位你想说，哎，找半天奇怪怎么会没有哦？而且这个销售栏位基本上就是数量乘以单价，等于是说它的销售金额是那个乘，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啊等于什么？这个数量这个栏位再乘上哈、哦、这个单价这个栏位所产生出来就是销售金额。OK， 然后销售日期的话呢，后面这几个哈、哦。 总共 H 栏到 L 栏基本上都是去查什么这个销货单头的这一个，所以你会发现销货日期在它的第一栏，就第四栏，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就是一样哈、哦，查函数里面，然后用 VLOOKUP 函数，那根据什么呢？哎，特别就是销货单啊、所以这个根据那个销货的单号去 F3 去查一下那个单头表这个地方。 那如果不知道查什么，再点下面再点上去，哎，它基本上就是销货单号。查回来之后，我要查1、2、3第四栏哈、哦，所以这边的话第四。然后呢，比对方式的话一样，输入0，好、哦、按个确定，它就把那个销货日期帮我带过来。然后呢，这边其实你会发现后面哈、哦，它有个规律性，一直到 L 栏哈、哦，基本上呢就是把其实你会发现哦，查的东西都一样，差别只是说呢。 这个公式里面的第几栏的而已啊，比如说这边是1、2、3、4，刚刚是第四，在第5、第6、第7、第8，啊，所以4、5、6、7、8，所以呢，基本上当然一般我们习惯哈、哦，会这样的吧，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复制完取消，再贴到公式这边把它贴上，然后这边的话输入5 ，OK， 哦，然后呢输入5之后的话呢，哈、哦、，Enter 了哈，然后这个客户名称就过来了。 好，然后在6、7、8，可是哦，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你栏数很多的话，如果连续哈、哦，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向右向下一次就搞定 ？OK 哈、哦，所以如果你要向右向下一次就搞定的话，那这个地方哦，你恐怕会需要再多学会一个函数，就是叫 column 函数。那这个 column 函数 ，column 就是栏的意思啦 ，column。 那 column 意思是说呢，我今天哈、哦，假如说呢，我目前 H 栏哈、哦、是在第几栏呢 ？H 第8嘛，对哈、哦，第8栏。可是我要的数字是4的话，那我就把取得的栏数减掉4。那如果我今天向右拉的话，它变第9。第9如果减掉4就变5了，然后就在第10减掉就6，4、5、6、7、8。 数字就自动产生了，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哦，这边可能，当然这个可学可不学啦，不学你就土法炼钢嘛，学的话就向右向下，哇，感觉会很有那种感觉成就感 ，OK 哈、哦，因为哎向右向下，人家还会在那边土法炼钢，你就一下就做好了，所以要特别注意哦。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哦，哪些地方哦？第一个关键点在这里，在这个4的地方。 当然，你有几种做法哦，你可以直接再进到 VLOOKUP 函数，再点一下嘛，再点插入函数，在这个地方做哦，或者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做啦，反正都一样哦，只是看个人习惯。那首先你可能需要什么？第一个把这个4删掉，然后呢，输入一个函数叫 column，column 好 ，column 这还蛮常用到 column 那。 指向哪一栏呢？就帮我抓目前的这一栏，所以后面加一个小括弧。小括弧意思是说呢，你现在没有引数，就是现在这一个储存格在哪一栏 ？column。那所以你会发现哦，它返还回来就是8。OK， 好、哦，所以呢，它告诉你说 H 栏就是第8，所以回来的话，它会是把第8帮你带到这边来。那因为我要得到的不是8，我要的是4啊，所以哈、哦，我怎么样？ 把后面减掉多少？减掉4。那目前这个就是回来的话就是4啦，意思是说哈、哦，我这个地方呢就抓那个范围里面的第4栏，你把它按确定一下。OK， 好、哦，然后向下填满。那基本上啊，当然你不用，其实不用向下填，你先向右填满，放开看看啊、哦。刚刚是要做很多的贴上，对不对啊？现在放开能不能成功呢？哎，不行。 不行的原因在哪里呢？哦，对对对，这个地方哦，所以呢哈、哦，我们要把那个锁起来，因为我如果向右拉的话哈、哦， A 的部分有没有？它会变 B 变 C， 所以特别重要。我现在抓的是 A 栏，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我看，哎，这边变 B 变 C 变 D 啊，有没有？所以这边的话呢，你就想把前面 A 的部分加一个前的符号，那表示说我 A 要固定住哦，我不要因为我向右拉，然后呢，我的 A 会变成 B，OK，所以再向右一下，放开 ，OK， 好，这时候就 OK 了。那你会发现啊，如果再向下，哦。把它全部拉哦，那因为现在有一些资料在向下，这样的话呢，就一次就完成了，所以相对起来了哈、哦，我是觉得这一招哈、哦，导师还蛮可以参考 columns 啊 column 哈、哦、column 这个函数，那顾名思义啦，以后如果有就是栏的部分你要抓用 column， 如果你要抓列的话用 row 啦，哦 column 跟 row 啊这两个函数基本上哈、哦，它是放在哪里呢？插入函数里面。你可以检视与参照里面呢、啊，其实这边也会可以找到 column，OK， 这个函数。那 row 的话呢，也是在那个检视与参照啊，这个参照意思说参照到哪一个栏或者参照到哪一个列 ，OK，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你现在所在的栏或者你现在所在的列，把那个数字告诉你。哦 ，OK， 那什么时候可以应用呢？其实还蛮多地方可以用哦，就是类似像刚刚这个地方。你如果不会的话，哈，一样可以做出来。但是问题哈，你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但是你会这个向右向下就 OK 了哈。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是建议哈，你就是把 column 减掉4，哦，把它改一下，等于就是加了这个函数。接下来的话呢，哈，所以我们这地方哈多了一个这个，好 column 的这个函数应用哈。那再来的话呢，哈，后面还有所谓的年度，还有月份。哎，什么叫年度哦？年度指的是哪一年？那我可以根据什么？这里面有哪一个栏呢？哎，销货日期的年度，意思就是说呢，我如果要只取什么，只取这个销货日期里面的年的话，那我该怎么去把它取回来啊？取。不过哦，特别注意啊，这个地方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去用YEAR函数嘛，啊，不过另外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要取的是用把它当文字看哦。那文字看，你想说前面4个字嘛？啊，不过如果你把它当数字，那特别重要。你如果用文字看哦，前面取回来不会是2007哦，除非你要转换啊。不过这是另外一种哈、哦。那接下来年度部分哈、哦，所以这边请各位就是这个地方加一个 column 函数。那年跟月，它的这个日期里面的年跟月帮我抓过来的话，那我们接下来插入函数，又需要用到日期及时间里面的。那个YEAR函数，好、哦，跟那个什么了，month函数，哎，这边有个month函数 ，OK 哦，那日期的处理其实也是很麻烦的，因为日期一个储存格里面会储存3个资料，年月日嘛，那如果你要分开来看待的话，你就必须要用YEAR、month、day分别去做切割。所以如果我今天只要取年的部分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用YEAR函数按个确定，好、哦。那YEAR函数，他会问你说，那你的那个日期给我一下吧，好，那我给他这个日期，你会发现他会自动帮你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怎么样，帮你给取到这个年的部分。但是哈、哦，其实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一下，它虽然表面上看到是一个年的格式，可是你点选它之后哈、哦，它里面实际上储存的资料哈、哦，其实跟表面上看到是不一样哦。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一个类似字串哈、哦，中间加斜线的一个字串，但是实际上它里面存的哈、哦、是一个数字哦。那这个数字基本上哈、哦，跟一个它实际上这个里面官方说法是说，跟1900年的1月1号相比较之下，相差几天的意思。所以呢，这个39137哈，实际上就是这一天跟。1901年比完之后呢，相差几天的意思啊，哦，所以这边会是一个数字。那我们这边呢，只取年的部分，所以按确定，把那个年的部分呢，帮我把它全部抓回来。所以2007啊，月份的话呢，再插入函数，再用month部分哦，帮我把那个我要的那个资料哦，月的部分帮我把它抓过来，月的部分啊，几月份啊，把它向下填满。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哦，就完成了那个。我们的这个主表啊，主档的部分。那这个做完之后啊，请各位试一下。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知道几个讯息，哎，比如说这个公司全部的业绩是多少啊？其实全部的业绩哈、基本上呢，应该就是这个销售金额的加总。好、当然哦，其实我们如果你不用枢纽分析表的话，其实你可以的啊，在这个Ctrl向下，再下一个，在这边做加总就可以了。加总的金额啊，其实哈、就是我们的那个最后的这个总业绩哈。但是呢，我们这边当然12个问题基本上都希望用枢纽分析表来帮我们做出来，所以请各位哈，如果把那个资料主档做完之后，那先试试看哦，有没有办法哈，先帮我把这些相关的问题先做出来啊，大概有几个，当然第一个业绩总额，然后再来就是各县市哦，如果我要区分的是把县市的讯息加进来的话。再来的话呢，各县市还有各部门，啊，所以又加上部门，再来就是各部门，啊，所以没有县市了，把县市拿掉的各产品分类，啊，所以等于把这个县市拿掉，然后呢后面再补上一个产品分类，好，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栏跟这个栏跟列是否可以对调一下，啊，比如说我今天也许部门跟那个就是产品分类两边把这个交叉分析栏跟列对调一下，当然很简单，你就把两边拖拉一下改一下就可以哈。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对调完之后那各类的那个产品的销售笔数啊，所以不是加总哦，我是要算笔数哦。OK， 笔数的话，刚刚前面有讲过，其实类似用那个函数里面的康米符，而不是沙米符哈。然后每个产品的那个百分比，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产品分类的销售总额的，也就是显示出来的不是数字，而是它所占的百分比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年度跟月份，所以我们刚刚有增加了主档里面有增加了两个栏位了哈，年度跟月份啊，其实这两个栏位呢。主要就是因应这个第8个问题而来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增加这两个栏位的话，那你要计算、你要统计那个年度的话那可能就会有问题啦。不过其实当然里面它有群组功能，你可以用群组功能去把你的资料做群组。但如果你不用群组的话，至少你有个栏位，你就不需要做群组那每一个年度、每一季的销售总额。最后的话呢，列出每个部门、每个业务员跟每个客户的交易金额。OK， 所以部门、客户，然后客户、业务员跟客户的那个交易金额。那最后的话列出那个 Top Sale 的排行榜。OK， 我这里我记得好像是不是这边好像多了2009年，还是全部的不包含年度的，就是 Top Sale 的销售排行榜。最后这个才是只列出2009年，这个是不分年，这个是分2009年。那这里的话，等于是有12个问题，会需要产生12个枢纽分析表啊。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就是预先先稍微试做看看。那个参考的答案的话其实云端上也有这些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要参考的话，可以到那个云端上面可以看一下那个第3个第3个档案，先试一下，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12个枢纽分析表要怎么产生